玩具的嘛，弄得跟球一样，把男人都惯坏了。当然了，好不好喝啊？哎呀，太好喝了，谢谢你啊。我叫朱森，叫我阿森好了。啊，参加，今天要不是我老婆让我来谢谢吴医生，我还是不敢来了。大姐，哦，湿了。我倒杯茶给你喝吧。啊！不留你，小偷！哎，我是阿森的，你。乖，乖。他的男人摸过，在地铁上或者在这个公车上有没有被人摸？